出现，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抓到这个 T 哦，因为它是要调的。一二三四跳舞，跳起对，不行。这个我很难调欸，我调不好，我不会用。电音开关，火影你好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我给你们看。对对，然后呢，它会有一个电音开关，然后呢，它要跟着歌曲 C， 然后 D E F， 就是跟着歌曲的 key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它电音开关有点太大了，跟我以前用的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不太会用哎。所以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听到电音了。所以其实我不是我不唱电音，是因为我不会调，所以后来就改路线了。原本的那个声卡是可以调的，但这个我不会用。对，今天超冷的，我今天去上课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冷。但是说我的情绪化了，做个浪蝶狂风。声音不一定要电哦，我就是想要声音电啊，我想要声音电欸。声音电的话怎么调我不会用，之前就是有一些歌用声音电电的，我觉得也蛮好听的呀，结果王爷也不会，因为他没有这一台，他没有这一台声卡，他不会。我当初换这台声卡的原因是因为这一台可以插两只麦克风，它可以插接电脑，然后就是直接一台就可以接电脑，然后它也可以录音，然后它有声音美化还有特效，然后可以接两只麦克风，可以接两只耳机这样子。嗨，追风晚上好。对，然后跟那个就是王爷给我们的那个声卡比较高级。公司配的声卡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比较阳春一点啦。我就想说，嗯，我们应该要专业一点。嗨，追风，功能太多了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用了。比较没有什么问题。ISS 被翻白眼。没有啦，它输出的音质我也觉得比较好，因为我之前被讲说什么我声卡输出的声音音质不好，然后我才纠结说，那时候在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声卡，然后因为都要用嘛，我就想说好吧，那我就换好一点的声卡这样子。欢迎心胸四海。追风晚上好，晚安晚上好。欸，追风跟晚安比较晚来，没有跟你们讲到，我说11月13号的时候，就是我会参加那个让那个新生报道的甄选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留一下那个就是观众票给我。对，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，就是要留票给我。谢谢守候。好的，但是其实我还是很紧张哎，怎么办呢？第一次参加这种哎，好害怕哦，万一唱不好怎么办？但是如果观众票加导师票被选上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参加 Lang Studio 的演唱哎，欢迎 Oreo。对，就是8个主播选2个，那如果你甄选上的话，就可以参加 Lang Studio。哇，真太帅了！嗨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新朋友，嗨 Oreo 你好。
眼睛闭一闭就过去了，眼睛闭一闭，有成能量不不怕，欢迎Oreo 顺其自然好。但是如果假设啦，假设如果真。真的选上我了，我说假设真的选上我的话，我觉得这是我在浪 life 的一个突破吧。我说假设如果选上的话，如果不行的话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再抱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抱到上为止，脸皮厚一点，怕。